各位 L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aria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三个瑜伽的放松动作。第一个瑜伽的舒缓腿部的动作，双手双脚在瑜伽垫上，然后身体形成一个三角形，这就是我们的下犬式。所以这个动作轻轻的踩踏踩踏，然后搭配呼吸，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小腿肌有在拉筋舒缓的感觉。第二个腿部的瑜伽放松动作，右脚往前跨一步，左腿的膝盖放在瑜伽垫上面，轻轻的把你的左脚往上抬，用你的左手去勾你的左脚板，然后你在拉脚板的时候，身体也可以轻轻的往前倾往后倾，核心要记得收紧，才不会有重心不稳的状况发生。第三个瑜伽的腿部放松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瑜伽的鸽式。当你在把小腿往前放的时候，你的小腿跟瑜伽垫是要维持一个平行的状态，才可以完全拉到你臀部的肌群。